华理事总会会长方乔生勋爵寄语，柬埔寨敦和校友会发挥组织力量，为敦和学校教育事业出谋献策。12日上午，敦和校敦友会会长江川龙率领多位理事拜会柬华理事总会会长方乔生勋爵。他表示，敦友会是由第七届柬埔寨潮州会馆青年团所创办，他们开展的项目多数与文教有关。他说，敦友会将搭建企业与学校之间的桥梁，邀请企业家分享经验，为学生充实知识和社会经验，增强社会责任感。另外，敦友会也将开展关怀老师的慈善活动，以了解老师，特别是年迈老师的生活情况，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方乔生会长为敦友会日后发展提出建议，他建议敦友会设立常驻秘书处，增进柬埔寨侨社之间的联系，扩大与国际社会的联络，加强与政府部门的联系，积极参与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方乔生会长认为，敦友会应充分发挥组织力量，为敦和学校教育事业出谋献策，比如针对敦和学校的重大教育问题进行科学研究，为柬埔寨社会做出具有意义的贡献。